又事事拥有优雅气质、超高颜值，深受众多粉丝喜爱。不过近日网上却传出一张刘诗诗拍广告时脸颊凹陷、双眼无神又憔悴的照片，就有酸民很酸她36岁看起来像50多岁，在网上掀起讨论。不过刘诗诗近日出席时尚活动，白皙肌肤、红唇妆容搭配全身帅气穿搭，状态依旧相当好，就让众多网友纷纷狂赞，有种不经意流露的美感，真的美到爆炸了，穿皮衣也好酷，无人能敌，刘诗诗绝美近况直接打脸酸民啊。Bye.